隐身在大楼内的低调咖啡店，这里可是许多人想找个地方静一静的最佳选择。摆设了木质家具的空间中，充满日式风格的温馨气氛。脱下鞋子，席地而坐在椅垫上头，有种让人莫名放松的魅力。装潢清新的简咖啡，主要以饮品为主，还有些饼干、蛋糕、轻食可以选择。闻到空气中弥漫着的咖啡香，一定要来杯热拿铁咯。绵密奶泡上头，熟练地画上了拉花，轻啜一口，醇厚的香气扩散在口腔中，悠闲地在这里看本书，相当不错呢。